大家中午好啊。那个你们看一下啊，卡不卡啊？这个昨天可能有同学反映那个，开摄像头可能有点卡啊，稍微看一下。好啊，昨天的话我们。啊，市场的话呢，啊，昨天还算平静一些，不是特别大的波动啊。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说市场吧，就说整个来讲啊，不是这么的活跃啊。那我们昨天也在讲，我们还是始终关注着啊，我们所观察的这个欧元的一个走势啊，这么现在来讲啊，欧元的话，还算是符合吧，这个我们的一个预测啊，就是昨天我们说在晚上的时候啊，德莱吉讲话这个时候，那么市场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拉升啊，那么欧元确实也是拉升了啊。回信息，今天卡不卡？要卡的话我，那可能是摄像头的问题，那我就关了它。谁回应我一下？今天可以吗？因为今天晚上有美国的这个 PCE 数据啊，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啊，那这个数据的话，刚好这个时间点啊，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当然算是除了目前来看的话啊，整个美国啊，除了一些突发性事件以外啊，那美联储会议啊，那是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啊，第二位其实就是它了啊，因为现在来讲，美国的就业市场非农啊，这个就业市场的话，它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啊，那么几乎我们可以看到非农对市场影响现在啊比较小啊，不像以前了，那现在的话，整个来讲就是通胀数据，而且的话啊。那么上一次这个美联储主席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啊，那么实际上是比较偏向于我们说了，他虽然是降息了，但是是偏鹰派的一个发言，然后最后他会走出来当时的那种行情啊，就是并没有什么，并没有说美元啊走弱啊，反而是美元走强了啊，就说这个当时这个行情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市场的话。PCE 这个数据的话，那可能它会对市场有一点的可预见性了啊，就是关于像未来还要不要再进行降息啊，未来要不要进行所谓的一些持续性的降息或者是停止降息啊，那 PCE 数据都会有一定的用处啊。当然，所以今天的话，这个数据公布的时候，因为现在来讲啊。如果说是欧元看现在这个地方的形态啊，那我会认为它可能会依旧和我们这个之前的预判一样啊，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点利空，因为昨天的话它那个反弹的点位，那我可以认为它是从1.1024开始这波最后的下跌里边的下跌以后的那个反弹，好理解吧？就是说我们昨天在分析的时候，我们说啊，在我们解盘的时候，我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压力位啊，如果它从那个地方下破一下啊，不多就破一下位置以后的话，那么我们说它是刚好从1.1024下跌，这是一个波段，然后呢到晚上。大家一讲话，啊，那么
它有一个拉升，当然这个拉升啊没有像我们说的拉的这么的高啊，但是它确实是哎拉了将近又从下方拉回去50个点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时候可以这么讲，就是它其实是从形态上是符合我们的分析的啊。那现在的话小时级的这个均线啊开始慢慢的下移啊，那么55节这个均线也慢慢的移到了昨天这个高点之下的位置，昨天那高点是 1.0964， 现在均线跟随到差不多在 1.0950 的这个附近，低了10几个点。那这样的话啊下跌以后拉升起来再下行啊，那这个地方刚好也可以形成什么呢？当然昨天有人说，昨天你看昨天 1.1064 破了一下昨天白天的那个下跌高点，但是破了一点点对吧，是破了一点点啊，但是整体上来讲没有说破坏这么大，因为我是没感觉到说那个点破位的时候有很多人啊进行了什么，进行了所谓的买入的行为，我还认为市场是整体上是卖出的行为会更明显一点啊，会更明显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啊，那后面的话它可以依旧满足我们昨天说的那种运行方式啊，就是比如说今天假设啊 PCE 数据影响它有一个下跌再有一个拉回，那么它依旧可以在下周某一天的时间完成我们说的那种过程。但是我会讲就是我有人说那是不是它跟上一次那个英镑一模一样，我没有这么讲，包括说是否是日线也会这么收，就是说所谓的从当天啊下跌晚上拉起来形成一个大的下影线，我并没有这么讲。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看它的起点的时间，也要看它拉起来的时间。我们说过，就是说比如说你去看日线图啊，就是所以那天有同学私下问我啊，就说会不会这样，我说我并没有这么讲，我现在重新讲一下啊，我并没有这么讲。当然了有可能会那样，但是我们看的并不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就当时这个拉升啊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这最后这一天还可以看到啊，你看它最后这一天它是从开盘在 1.4194 跌到 1.4011 对吧，跌了大概180点，约略等于1.3左右对吧，因为180点嘛对吧，180点 1.4 嘛对吧，差不多 1.3， 它是先跌了 1.3， 然后呢晚上又拉回来对吧，相当于就是一跌一涨啊这一天。那我并没有说欧元我们去做的也必须是这一个形态，为什么是这么讲呢，它这个一跌和一涨它出现的时间，比如说这一天是从开盘下跌到晚上拉回后面一路上行，那么欧元这个单子就要看它什么时候下跌什么时候拉回，相当于你脑中要把这一天的 K 线图想成是先是一颗阴线再是一颗阳线，它是这么一个匹配，好理解吧。那么包括欧元就是说接下来这个运行啊，接下来这个运行比如说这个运行它最终在日线图的那个一天它不一定是跟那个形态是一样，要看它开盘的时间收盘的时间啊，但是它依旧我认为依旧很缓慢，就虽然我们昨天解盘的时候在这里对吧，高点 1.1065 啊，然后昨天晚上拉升的时候稍微过了一点点，真的就过了一点点67
啊，就跟之前那个高位啊，1.1010几啊，高于前期那1.1886啊，20个点，昨天就高这一点点，但是我们昨天说了，说这个地方下跌，好，这是上涨啊。那有人说啊，你看这就涨完了，那我说这是由因为消息刺激影响下的一个加速行情，所以它可以在中间这段时间把这个时间补回来，就是这个调整的时间可能补回来，所以后面还有可能会比较慢。但是呢，现在线形已经跟到了，就是我们说将来微型结构这个位置跟到了1.09550这个附近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最终的话，它到底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比如说，它今天会不会碰到这再下跌？也可能，因为毕竟已经啊，我们说了破两次位置是完全可以的，就是这一段破下去，破了，对吧？然后后面再打回来，然后再加速，我觉得就到下方去了。啊，这都没问题啊，所以就看细节了，而且运行的依旧很缓慢。你说昨天白天你做空，做到现在为止走了一天的时间，对吧？是下跌了，到现在为止40个点，你还是必须要做到最好的位置40个点，对吧？没错吧？这个应该没问题，对吧？就是你做到最好最好，你可能今天还会有洗个这种动作，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就是啊，现在来讲就是做短线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个弊端，就是你需要承受着反复的拉回上涨，拉回下跌，拉回下跌。当然了，有人说，因为以前也跟你们讲过啊，就是说啊，所谓的末端，虽然它是没有办法带你们做，因为它出现的那个最后那个时间节点，以及到最后这个延伸下跌的时候，那个位置，实际上它是一个随机出来的时间。不知道是哪个时间点出来，然后它再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延伸下跌，虽然而且是止损空间，我说我带你们做的是对你仓位是可以挣一点，空间呢也不小，但是就怕你最后那一下你没有平出来啊，一下又被套里了，那就很麻烦啊，心态容易破坏，还是老老实实的啊，在下方准备一个地方去买入它啊，我还是比较老实一点，就到这边来。然后下行，对吧？然后之前的话有空间啊，就说它整个这个缺口24还有200点，如果这个低点1.0838啊，离现在还有90点啊，这个低点1.0820，对吧？差不多100点，所以这个地方就很微妙啊。哦，当然你说它走到最后真的就感觉真的就是啊很接近很接近这边，然后我们去买，我觉得完全可以啊。就是说我们先讲这个，再把欧元的知道这个纽币啊，或者是英镑啊、澳币啊，可能啊都处在一个可能还有一波下跌的行情。当然我们还要再做一个思考，就是说它万一我们买入欧元这个单子不对，也有可能，我并没有说啊这个单子一定100%成立，这个市场应该没有这样的，对吧？100%成立，所以我们必须带着一种止损的心理去做，万一错了我们还可能会止损，所以这个时候纽币的空单要不要动还是看纽币自身的这种走势啊。那么日级的话，它现在已经在零点最低点附近已经徘徊了2天了啊，从新西兰自己的这个数据啊公布的这个议息的这个结果啊，公布议息之前啊，大概在就是在这一边吧啊，公布的议息结果，对吧？公布议息结果以后，那么它有一波拉升，但是晚上的话啊，这里、啊、联储的主后拉升一点又打回来，现在始终在离最低点还有40-50个点的附近啊，
横向调整。这个的话我觉得要看晚上 PCE 这个数据啊，如果说 PCE 这个数据真的把它打到一个有可能出现加速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啊完全是正常的啊，完全是正常的。就是因为现在来讲，目前来看的话啊， PCE 向好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我们始终认为这个事情，其实我现在我会讲，我说我们始终在等待这个机会啊，就是为什么你们可能有很多同学会讲啊，或者老同学会说，因为我之前我们做交易，我经常会讲，我说这个是一个爆仓行情。所以爆仓行情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行情当中啊，它会有交易者啊，由于控制不了心态、仓位管理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啊，它会促使一波行情产生。这样的话，这个市场来讲，它会有一波比较大的，怎么讲，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我觉得欧元这个是我们要去啊好好去思考啊。有人说，那如果现在我还是因为这一样，是不是又开始卡了？又卡了，因为我这边感觉上就断了，现在好了吗？我试一下，我把这个摄像头关闭啊。你看这个网络上传速度还是有问题，关上以后好点吧。先这样吧。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如果说啊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假设它符合预期，哎，它有可能又变成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它在慢慢的下行。所以我认为啊，最后出的结果有可能还真的就和市场预测的是差不多的。这样的话，它不管是下跌拉回还是等等，它可能啊都是一个还依旧是比较缓慢的过程。有时候它需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有爆发力，哎，才会有行情。那有人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缓慢的进行，而且包括我说到末端的时候，虽然它幅度比较大，但它也不会出现那种非常大的快速的下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实际上市场是偏空的，而且市场里面有人在做空啊，他们也在承受这种反复的拉升下跌啊，虽然空间不大，但是他们感觉上，哎，突然之间感觉拿的是对的啊，持有的也是对的，所以在慢慢下跌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受什么，就是说会不会出现一个加速下行的行情。也就是说如果有加速下跌，那么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空单离开了啊，这也是就当时那个英镑就是这样。如果有同学有印象啊，虽然他那一天跌了180点，但实际上他整个下跌当中的过程，虽然他是一直在跌，但是他没有出现那种非常非常快速的短期的爆发性下跌。所以你会感觉到如果有人做空，他会感觉哎，下方可能还有空间，因为他没有加速，对吧？因为他没有去，而且当时的话是非常临近 1.0 1.4 那个关口，很临近那个整数关口 1.4， 对吧？因为当时我记得是 1.4011 那个位置。所以很多人如果做空的话，他会认为哎，有可能会破掉那个整数关口，但没想到砰的一下毫无征兆啊！如果当时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就是事情，就是当时为什么
会拉升起来。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市场里面是没有任何消息，就是拉升起来，而且把一下子就把全天整个的跌幅全部吃回去了啊。那我觉得欧元呢，就我们也是要看一下，所以今天晚上整个 PCE 数据我觉得啊，包括昨天讲话我觉得都是很配合，就是做这个整个末端这个形态啊，拉升啊到下行啊，到现在这个状况都非常的配合。那有人说，那今天的低点能走到哪里去？这个真的不好判断啊，不好预测。所以大家就为什么说现在做空的时候啊，可能你找止损点好找，你看前高都没破，你就放前高嘛。但是找盈利空间不是这么好找啊，不是特别确定。好啊，那我依旧我把这个再重新的啊说一下啊。那么关于黄金的话呢，虽然我们昨天说它有拉升，晚上是小拉了一点点，但是没有太多的动静啊，又回来了。所以现在导致的话，它现在是横向运行，所以今天晚上这个 PCE 数据对它也是可能会有影响。而且的话，现在市场可能也是不太能够分辨清到底现在中美之间是在有所缓和还是有所激化。然后市场上其他的一些风险性事件，像沙特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啊，现在反正沙特是把那件事情归于伊朗，到现在为止的话双方好像又突然之间平静下来了啊，也没有再有新的动作。我个人觉得呀，也是正常的啊。第一个，沙特如果去进攻伊朗，那么伊朗就可能会再去炸他的油田。目前来看的话，就说从目前来看，虽然说啊防空的这种技术越来越先进，但是一样导弹的技术也越来越先进啊。从这次就能看出来，你布置很严密的这种防御还是无法防住这些导弹的啊，无法防，这太突然了，对吧？就即使防住了，你可能拦住一些，但是不能全拦住的话，那几乎也是无用的，你炸一枚也是很大的损失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这一次的袭击以后的话，也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啊变相啊可能会促成多方的一些和谈，但现在又不好说，真的，因为现在说不好到最终是鹰派还是就是有没有强硬派的人站出来啊。那现在的话，一个是这个原因，一个是美国的这个在中东的这个盟友以色列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现在内部也出现比较乱的情况啊。这个以前的这个总理啊，内塔尼亚胡，现在他之前也陷入了一个所谓的腐败的一个丑闻。那么现在来讲呢，是说他现在在组阁，就组建新的内阁，因为他们这个党派啊无法获得这个多数，所以他没有办法独立组阁，他就必须要联合其他的政党一起组阁啊，从而满足这个政府的啊这个需要。但是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可能最终组阁失败啊，组阁失败的话，那么就会有另外的人代替他啊，去成立新的这个以色列政府。所以以色列，我们之前我后来我还在想的，我说为什么以色列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啊，就是美国以色列之间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来我去查这以色列新闻，因为平常嘛，我们一般来讲做外汇吧，也不是关注以色列新闻，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啊，发现他们刚刚经历了大选。那因内塔尼亚胡虽然之前有过这个丑闻啊，但是后来好像他也是重新的，就是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吧，就是他还是获得了一个组阁的这个权利。那现在就在这个过程，可能大概可能在两三周左右啊，就是他这个时期，他如果这个
阻隔成功了，那么他就会继续的执政下去。如果阻隔不成功，那他的反对派就会上台。所以现在以色列是在内部啊，是也有一个比较乱的状态，所以他现在也无暇顾及关于伊朗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和伊朗啊，这个是死敌，这个大家都知道。以几次这个中东战争当中这个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敌对是最强烈的互相都是军事行动不断包括我们去年也曾经说过，虽然伊朗核协议签署以后，但是以色列其实动不动的他还去出动一些这个战机去轰炸一些他认为这个伊朗这边有什么威胁性的目标，还私下还干这个事。只不过这个事情他就是没有怎么样大规模扩大化，但是私下还是有很多次都是干了这一个事情。好，所以呢以色列的话也无暇顾及那现在美国这边也是如此特朗普现在可以讲党争了，党争昨天的话这个公布完这个所谓的会议记录以后你看就是不是会议就是通话记录以后我也特意把这个通话记录原文给你们在群里边公布一下后来有这个有人把这个翻译的这个连接可能发到了群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现在我今天上午也是特意查了一下美国这边的新闻很明显两派一派依旧揪着说作为总统来讲你不应该在跟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话的时候去让对方去调查所谓的美国的公民，说这个涉及到了国家安全的问题，说这个有没有这一条明确讲，法律上我看了一下新闻线有这一条说这个是一个总统越职，有没有呢？有，但是说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就去弹劾总统，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人嘛，就是你包括当年克林顿那个事情对吧，我们也知道最后的话也弹劾，但是最后也是没有弹劾成功对吧，然后包括之前很多的这种弹劾案也没有成功。其实特朗普这个事情这么说，目前来看只要共和党内部认为他没问题，几乎民主党这边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从现在我这边是得不到美国民众那边的一个态度，但这件事情其实是绝对是各自有各自的问题。说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是这么回事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事件起因呢是在什么呢？在一次拜登的一次公开的一个讲话当中，当然了话语不是这么话语，但实际上意思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动用了所谓的，因为当时他是美国的副总统动用了一定的权力然后他不叫威胁，他说他是说跟乌克兰总统这边商量就说你不要去调查我的儿子，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向他施压，这个是他一次讲话那个原录音，你有机会给你们找来然后他讲的是说通过威胁减少大概10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最后乌克兰总统把当时负责调查那个腐败案件的那个检察官给免职了，然后呢从而没有再去调查他儿子这个有没有参与这个腐败的事情。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后来产生争议了呢？是因为拜登是在一次公开的
不管是座谈会也好，还是什么上也好，他自己讲的，而且有录像有录音，这个东西假不了。所以他说完这句话以后的话啊，就引起了当时的非议，就说作为美国的副总统啊，能不能这个样子啊，强迫了乌克兰的一个检察官下台啊，然后从而把这个腐败案给按下来。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是先是导火索，才有的后来啊，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啊，这个在通话的时候才提到了啊这么一个事情。所以他是在前在后先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不是说是特朗普先要求调查，然后拜登在一次讲话当中提到了这件事情啊。所以现在来讲就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是实际上是拜登自己给自己引火，给自己引火了啊。而且后来的话呢，在一个就是采访当中啊，采访当中也有另外一段，是一个福克斯的记者在一次集会上当面去问拜登说，你到底有没有去过问过你的孩子啊，在讨论过啊，在这个所谓乌克兰这家公司的一些工作的问题，就当面质问他啊，拜登给有意的回避了，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和他讨论过。结果吧，又在另外一段视频里边，这段视频呢特别有意思，是谁说的，是他儿子说的。然后他儿子说的什么话呢，说我确实，就其中有一个，我确实和我父亲讨论过当时在乌克兰工作这件事情。然后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啊，后来被调查出来是什么呢，说当时他在那个公司工作作为董事会成员的时候，那他的月薪是多少？$50,000啊，月薪$50,000，不是年薪，是一个月啊，幸亏不是一周，就月薪$50,000。然后后来就有记者问谁了呢，问了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现在这个也是候选人之一，就那个沃伦那个女士，问他说，如果一个公司的副总裁把他的儿子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的公司的董事会里，这件事情是否触及到道德问题啊？挺是有触，就好像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想想怎么说，比如说美国的某些企业给中国出口这些设备，然后这些企业的老板的孩子被他安插在中国这些企业里的董事会，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先他这个事情就是问的挺有学问的，说不问他涉及不涉及法律问题，他是问的是涉及不涉及道德问题啊，不是法律问题。结果沃伦说是，然后说完以后自己那个有一个里边写了吗，写说完以后自己后悔了，说这不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跳啊。所以这现在言外之意就是说什么，作为副总统拜登的儿子，你能不能把他安插在乌克兰这个国家当中的最大的能源公司里边的董事会，就这就是涉及到道德问题啊。一个月给他$50,000，一年就大概$600,000啊，这是一个绝对是一个高收入了。美国现在平均来讲，一个家庭收入能到$150,000一年，就算是比较好的收入。当然有人说那硅谷啊那些一下几十万那种，我说平均就是你正常来讲你能到，为什么呢，就是美国的房屋价格便宜嘛，
就像到目前为止，就到现在为止啊，美国它全国的房屋的中间价位大概在20几万美元啊，20几万美元，就全国整个房屋价格20几万美元啊，那大概就是非常便宜嘛，20万美元嘛啊，就是基本上，而且不是你像你就像最贵的一些区，你像加州也好，对吧？硅谷啊，加州这些地方，它非常非常就是最好那个区，它的这个房屋价格呀，大概也就是100多万美元，就是所谓40的那种 house， 就是我们讲40那种别墅，也就是这个价格啊，非常的便宜啊，所以他们的收入能到15万美金就已经很不错了啊，你想他一年60万美金。这不就有人就在说嘛，共和党这个议员麦肯锡不就说嘛，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总统就说指特朗普已经公开了这个通话记录，问拜登你敢不敢把你当时和乌克兰通话时候的录音或者是文字给公布出来，因为这个是也是就跟这个你看这个特朗普这个文件上他是这么写，特朗普这个文件一开头是什么，应特朗普的要求将此份文件解密，就是这个文件它是怎么说呢，是属于是秘密文件，不应该公开啊，它是特朗普，换句话讲现在就是如果拜登想现在他的那些通话记录公布的话，他可以授权给这个战情室，让他把这个通话记录公布出来。所以共和党说嘛，我们公布了，你敢不敢公布？对吧？你说特朗普在那个通话里边向乌克兰施压，威胁他把这些援助给去掉。但是公布完那个文件以后发现没有这回事儿，只是提到了什么能不能帮一个小忙啊，调查一下这些腐败问题，其中提到了拜登的儿子是否涉及到这个腐败案，但是并没有提到，并没有说如果你不去调查我就把你的援助给你去掉，没有说这个啊。当然我们看了一通一个国家总统给另外一个国家的老大拍马屁这个事情啊，但其实把这件事情看得比那个原来的事件本身已经挺有意思，所以现在管他叫演员总统是吧，就太能拍马屁了啊。但是我们就讲就是这个事情就来龙去脉，所以现在来讲说是民主党说是有一封举报信，举报人说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文件当中是没有的，但是民主党依旧不放，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说他们可能现在有6个委员会在进行调查啊这件事情，争取在明年的1月份、2月份正式的进行弹劾。那目前看的话只要共和党只要民主党掌握着参议院，那么在民主党这个层面上只要民主党内部没有矛盾那么肯定能通过，但是参议院肯定通不过，因为参议院毕竟是需要2/3的议员，就是什么意思，就即使你参议院即使现在是民主党在控制即使在民主党在控制，但是你也需要有2/3的参议员通过才能够罢免总统之类，但是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但是共和党不还挺团结，现在而且现在在有消息说有消息说，后来我都可以给你找来，就主要有说公布完这份文件以后之前的一些民主党议员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其中提到了叫什么，就之前一直不同意弹劾他，现在我会讲嘛，昨天我也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公布完文件以后发现没有那么回事儿，那么民主党内部就可能产生矛盾，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党这些所谓的众议院这些议席它是
人民选举出来的。所以马上到大选，这些议员啊，他第一个想法你要先懂一点啊，议员是分，议员的概念是分区的，比如这个区是我的竞选区，我的对手就是共和党的参议员，我是民主党。那么在这种政治上问题上，如果民众认为这个不是应该被弹劾的理由，结果你强行去投票同意弹劾特朗普，那这个就可能变成你的政治陷阱。那么到马上要大选当中，有可能你就失去这个议席。所以这些所谓的众议员，他们现在第一件事情要想的并不是说你将来民主党能不能打败共和党夺取总统职位，他们要想的是说在现有的一区他们能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保住自己的议席。所以为什么说之前一直以来啊，从去年开始就想弹劾总统，一直啊没有去进行，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民主党内部不统一。那么这一次到现在为止又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有可能这个弹劾案最后连众议院都通过不了，或者干脆就，所以现在变成有点，我觉得民主党有点骑虎难下啊，因为在我看来实际上这个你说从英文角度来讲，特朗普说的话里边有没有过分的成分，有，但是他没有像民主党说的威胁他啊，我要取消你的什么什么这个啊，这个并没有。所以核心来讲就是他没有强行或者他没有去威胁对方，而是用一种强硬一点的一种口气。而且就这么讲，乌克兰和美国之间，如果美国总统跟你说你帮我个忙，但是呢乌克兰说你得给我个条件，这基本不可能。你看乌克兰不可能，乌克兰现在怎么可能会跟美国谈条件，就是我是一个美国总统，我说你帮我一个忙，然后呢乌克兰说你必须要达成什么样的条件啊，我才帮你这个忙，几乎不可能，他不敢提这个事情的嘛，对吧？提这个事情的话，不是引起美国总统反感嘛，对吧？因为毕竟他需要美国这边的援助啊，理解吧？那这件事情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那所以接下来这个事情就继续关注吧。我觉得现在是开始看民主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啊。但是这个事情，你说和我们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黄金的波动有多大，非常非常大，对吧？那现在的话呢，如果说真的有还真的有点什么意外发生，真的民主党这边占点上风，万一真的有可能特朗普有下台的危机啊，那也许市场也会有波动。所以国际市场这些事情还是有关系的。而且如果万一他下台，那么之前他实行了将近2年多的这种对华也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政策还能不能执行下去也是有关系的。还好啊，就是特朗普这个人啊，我感觉还是比较聪明的没等共和党这边没等民主党这边说逼他交这个文件，他自己就把这个文件就给公开了，所以呢直接跳过这一步。所以在选民当中，我觉得他反而会觉得，选民反而会觉得这件事可能真的就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是拜登先说自己施压给乌克兰政府，然后特朗普才说你去调查，先搞清这个来龙去脉好吧。基本上就说特朗普这个事，因为今天实际上我们也现在也没有什么可解盘的东西，就是等嘛。包括像澳币啊、纽币啊这些市场我们就是在等它的一个变化那今天的话，就说像纽币也是，这个地方
离低点就差40个点，真要破了也就破了，对吧？之前的低点不是0.6267嘛，对吧？那个低点不现在就差20多个点，对吧？破了也就破了，所以现在不好说。所以现在你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之前的那个仓留着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啊。基本面在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长线单应该持有啊，就是这样。当然，欧元这个单子我们进场的目的是空间，就是我进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它上方有空间做得到，我们才会进啊，原因是这个。好，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了啊。那我是个人感觉啊，欧元的话，要到下周才会出现反转，因为到今天为止，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动静啊。今天开盘呢是在1.0917啊，1.0917，所以今天晚上看它的收盘，如果今天晚上收盘啊，它比如说收回来到这边来，因为现在的话均线跟随的速度啊，就是55节跟随速度很慢了，因为它之前运行太慢了，所以它每一个小时吧就跟1-2个点，而且如果再慢就可能走平了啊，就可能走平了，就连一个点都没有了，它可能就一直维持在1.0940到50之间了啊，这个其实完全可以啊。而且昨天我们解盘的时候也说了啊，就比如它拉起来再下来到回来的时候，可能我当时分析的，你说可能欧元的这个小市级的55节可能就在1.1060左右啊，50左右60左右可能就在这边啊，那现在也是在这边，所以可以后面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我关了摄像头是不是不卡了，是好点吗？那就还是摄像头，就还是这个网络它上传速度的问题，可能没有视频上传就还好一些。好吧。现在就是这个时机了啊，这个大家耐心等一下吧啊，迎来这么一个时机也是不容易的。当初我们做纽币下跌那一单也是，从我开始计划做空它，到最后决定做空它，它中间也是经历了好长时间的啊。当然这个单子可能经历时间更长一点，因为本身我们就已经分析它下跌会很缓慢啊。从我们说这个单子到现在为止，一共从从1.12左右吧，对吧？到现在为止下跌有300点，但中间经历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好吧 ？OK 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问一下吧。
那大家要没问题啊，今天就先到这儿。这个没办法，这种行情就是很缓慢啊，它就是这样一种状态。那我们下周见啊，估计不是今天，我没感觉到今天。今天白天有人问，因为有时候盘感这个东西啊，就比如说它一旦开始触及以后，它这个你就知道它是要启动啊，起码到现在为止是没有这个感觉，要晚上看吧啊。但是如果说它是一个小微型结构，按照时间来讲，就如果是晚上触发到运行，它完不成这个过程啊。而且如果是在 PCE 这一天数据它嘣大涨起来，那么市场的话就会有人跟单了，那我觉得大涨涨不起来啊，要的是都感觉不会涨。那你要是数据一出来以后绑一个大阳线立起来，那就不对，那就不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解盘就先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周见了。